啊，算了，我先看动画好了。兵員や物資の補充、そして新たな装備の開発、あらゆる準備を済ませ、調査兵団はいよいよウォールマリア最終奪還作戦の当日を迎えた。準備要夺回了。出発しようとする兵士たちを民衆の声援が後押しする。かつてこれほど調査兵団が人々の声援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っただろうか。大歓声と夕日の中で兵士たちは志願しなくへと馬を走らせる。かつて巨人に奪われたすべてを取り戻すために、トロストクを出た調査兵団はやがて志願しなくに到着。终于来到了西干西纳区。穴は？为什么兵长声音变了？穴は？成功です。しっかり塞がってます。成功堵住了。エレン、調子は？問題ありません。訓練通り次も行きます。では内門に向かう。移動時を狙われぬようしっかり顔を隠せ。同一时间，調べてきました。地面には野営道具が散乱しています。少なくとも3人が壁の上にいたようです。アルレルト、君はその頭で何度も我々を。这次这个城里面应该是有那个凯巨跟超大型巨人跟野兽巨人吧？その力が必要なと。他们三个在这里啊。必要な数の兵士を動かし、内門周囲に異常は見当たりません。没有异常。これよりアルミン・アルレルトの指示に従い。了解。好，灵机一动，柯南的那个电波出现了。調べてください。人が入れる空間が。なぜそれがわかる？因为我是内奸，怎么了？指揮系統を遵守せよ。我々は勝利するためにここに来たのだ。再び二手に分かれ。壁面。了解。检查墙壁。僕らが壁の中の巨人を知っていると敵が知ら、そんな発想しないと踏んでいるなら。哦，就阿尔敏逆向思考啊。好，完了，这个便当了。哇！哎，他没有画那个调查兵被杀死的那一个的画面，没有，这个是莱纳，他变身了，他差点就被兵长给干掉了、啊，差点被兵长给 GG 啊！在角色章节模式可以使用决战兵装备与射击装备的章节有限，使用限制会显示在初级确认初级钮上方。哦，这边可以使用哦，这两个都可以使用。哇，操作兵长爽，爽啊！嗯，一样都被兵长屌爆，看兵长超强的好吗？变身了，变身了。躺在地上变身，超弱的。周囲を見渡せ。看，他の敵を捕捉し。哇，这边也帅，这边也超帅的，一个逆袭。只是我比较纳闷的是，他们怎么每一个那个巨人都是这样，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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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他是怎么叮的？直接现场打针吗？还是说野兽巨人有操控人类马上变巨人的能，变成那个一般巨人的能力？我记得好像是有。まず馬を狙い包囲する。我々の退路たちここで殲滅するため。哇。我々は互いに望んでいる。ここで決着をつけようと。人類と巨人どもどちらが生き残る？好像方舟猿人哦。很像方舟猿人。
カンとマレーネ班は馬を失せよ。リヴァイ班並びにハンチャーは鎧の巨人を仕留めよ。各班は指揮のもと雷槍を使用し、何としてでも目的を果たせ。哦，使用雷枪。今この時、この一戦に人類存続のすべてがかかっている。今一度人類に。杀杀 KO。心中心中杀杀 KO。好像在讲韩文哦。心中杀杀思密达 KO。哇，我堂堂一个兵长，你叫我保护马匹？马匹数量啊，我们要守住马匹。西佩，哦，稍微再架一下，让他帮忙攻击啊！太远了，没有马。哇，一砍二哎，真不愧是兵长。Hello， 救了你啊！靠，这边也太多了吧？哎，没砍到，哈哈哈哈！哇，两个在干嘛？看我们的马好可怜哦，被逼到这边来了。野兽的血统可以去查查看。我觉得没有意外，应该就是可以直接让人马上变成巨人吧。好像不需要打什么药剂之类的。因为之前不是第二季有一幕那个谁科尼他老母就这样子啊。老母就这样子啊。干嘛？老母亲啊。科尼他老母啊，我还听你老母的老母啊，科尼老母，你说什么？我还听你老母的老母，老母，老母，没有马的状态只能这样的，速度真的好快啊！真不愧是兵长，感觉在用那种 VIP 99神装的那种装备在打这些巨人啊，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哎，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听话！哎，兵长被抓住了！看，兵长居然被这么烂的巨人抓住！有失颜面啊！导演这边剪掉，不要让人家看到，太丢脸了。在干嘛？逛街啊？不要！靠背也太多了吧？靠腰砍不到，直接换刀片了。先去救那两个人。
欸，动画都出现了，然后没有砍死啊？什么东西？科尼他们是尤米尔子民，所以会变巨人。所以说，这就是说，野兽巨人可以直接把尤尔明的子民马上变成巨人。啊，我说的没有错吧？不需要打针，这意思吗？有吗？我救了他了吧？有救了，新兵成功。喂，兵长，别这样子，兵长，你漏掉了，兵长。帅爆天！好爽哦！传说中的卡墙大法，其实兵长是因为太小只，所以没办法被中型以上的巨人抓住。哈哈，好像蛮有道理的，因为太小一只了不好抓，所以对兵长来讲是体型上的优势是吧？看。哇，难怪团长这一季一直狂被敲，太大只了。想想团长一直被敲，好像真的因为体型的关系，想想蛮有道理的啊。希望我们的艾尔文啊团长来世的时候体型不要这么大，不然容易被抓到。太好笑了。要喝某些东西，我记得不是变身就是 有用喝的跟打针吗？可是喝的话不是会直接变成奇形种吗？打针不会变奇形种吧？我记得好像还有分欸，所以说他是野兽巨人逼他们去喝那种东西。那算了，我懒得思考了，喝。哇，被踢到了，靠北啊。我补给一下。哇，全部冲过来了，哈哈哈。不准你上来，哎。有钥匙了。呀妹，哇，有人GG，来不及救他，他被吃了，我又卡住了。我的马快要死光了，尴尬了。我的马撑住啊！原来他们从后面来。哦，失败了，重环。我刚完全没注意，你知道吗？我要重打了，干超靠北的。无后之随意。幽尔的子民。尤米尔的子民有一个通道连接的巨兽，可以控制无垢巨人。哦，他所以他有传送的能力吗？不然那个闪电是怎么出来的啊？他想要怎样把他带过来，就想带几只就带几只这样子啊？重打啦！
哦，很快很快很快，跑去撞墙呢哈，好呆好呆，说你呆真的呆。这边等他一下好了。跨国空间，老头，你觉得第二版玩起来的质感有比第一版好吗？我是觉得有的啦，我是觉得有的啦，而且多了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算蛮有新鲜感的。然后也多了一些新内容吧，像是现在的这个 主角视角的模式。好，这次我玩，我是没有玩那个我之前的原创角色啊，我是直接跳主角视角模式，不是角色视角模式。所以说我现在可以操控兵长来跑那个真正的主线剧情。但是我不知道原创那个原创角色的那个模式跟这个模式的剧情会不会一模一样。如果会的话，那就是代表说他们就只是偷懒嘛，复制贴上嘛，一个以第三者的视角，一个是以动画内有出现的一些人事物的视角。哦，那这样子相较之下还蛮偷懒的感觉。靠北，完了，他搭我们家的马了。哎，好好的把它守住吧，不要再乱跑了。等他乖乖的过来。哎，你好，换刀片哦。快速斩杀巨人。阿黑眼，完了，这个巨人的阿黑眼我不行啊！哎，为什么？为什么我的马快死光了？靠背，他们冲超快的，冲到小，太夸张了。我们现在好像只剩一匹马在那边，是不是？还是三匹啊？瞬间剩一只了。会有记录档吗？会啊。基本上应该我会把它剪成段落啦。那会不会发记录档？应该也是会发。应该也是会发，应该会，应该会。哎，他掉下去了！我靠，又上来了！看这巨人好可怕啊！早点把他杀死好了。等一下，应该要挑战野兽巨人了。那个帅气的那一幕要出现了。马肉好吃，来了来了。等一下，他连自己人也打好，那个体操选手完美的姿势。所以我现在怎样？我要闪这些石头，是不是？直接全逃啊！哦，前面这几只啊，最终任务讨伐大型奇形种。啊哈！靠，就是你是不是？我靠，砍七下这么多。兵长居然可以砍七下，哎，靠，砍到刀都坏了。
太强了吧！不行不行，光这样子砍下去，我的刀耗损好快啊！哎，靠边！不能这样子胡来。我靠呀！可以直接针对头吗？靠腰没有刀片啦、啊，大哥。完蛋了。布灵啊！被砸到了。哎，那也不。哦，真的有点麻烦。攻击次数失败九次，失败太多了吧？我研究前面这家伙好了，救星兵啊！新兵都是废物，还有人家救麻烦。我们这种七连斩对付那种七星种超大巨人，效果比较不好。但是对这种小只的，不是小只啊，没有强化过的，哦，清超快的。哇，砸到自己人啊！靠，砸到我了。应该快打完了，就是你了。飞什么？喂，居然意外，老头失败太郎。阿赫敏准备要变熟人了，他准备要跟巨人装熟了。没有吧？我还没有跟野兽巨人打欸，欸没有，这是同时发生的吧？好像是两边同时发生的。对啊，没错。哦哦哦哦哦！收到情书是不是？叫成那样子？これは鎧の叫びか。被摆了一道，哇 ！B， 时间太久了，打了个 B。这边的话，用看这张图我就知道这个剧情在演什么了。我们的兵长要去打野兽巨人，我们现在看一下动画好了。帅。快跑啊！哦，这个便当脸，拜拜！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在紧要关头时刻救我们汉吉的便当角色。哦，我永远记住你了，好不好？莫布利特。然后格林就忘记了，啊，格林就忘记了。全中剧。
分队长常驻哦，分队长支柱。靠，这样也要做一个动画哦？啊，好啦好啦，这么多零碎这样子。